瑜伽素赐加持，法王如意宝亲造。修上师瑜伽的时候，前面可以先念皈依发心。皈依，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，上师本尊，空行诸会众，诸佛正法，以及圣僧前，我与六道众生敬皈依。发心，我与无边诸有情，本来即是正觉尊，了悟如是知自性，即发殊胜菩提心。修法之前，先发菩提心，并祈祷：上师，请您快点加持我吧，请您赐给我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见、大圆满的见解。然后在上师面前念修七支供，之后开始念修上师瑜伽。在平整的空地上，以毗卢七法金刚加夫安坐在坐垫上，首先观想一个阿字，于空性的见解中开始念修。阿指空性，本来清净的无声法界，也就是法王如意宝。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，自性不灭智慧五光界，法王本来就是清净不生不灭的自性智慧五光界，即法的身、口、意、功德、事业，这五种智慧显现出的五种光。然后于空性中观想，在自己前方一丈高的虚空中，有一朵各种珍宝组成的莲花座，本体具得文殊金刚尊，形象唯一护主如意宝。法王如意宝的本体就是文殊菩萨，只是显现上是法王的样子。修一切本尊法时，我们都可以观想本尊的本体是上师法王如意宝，显现上为不同的本尊形象，所有传承上师全部可以汇集为法王如意宝，它是诸佛的总集。白明美莲班智达之事，白明即观想上师的面容为洁白鲜明美好的庄严之相。美言，三界一切众生得到法王如意宝的窍诀见解之后，都终将成佛。所以法王如意宝为度化众生而现欢喜，面带悦意的笑容，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。班智达之事，法王如意宝显现为班智达的形象，帽子是红色的班智达帽，衣服是一件蓝色的短袖或者是红色的冬嘎，外搭班智达的袈裟，说法手印持指宝剑函。说法手印代表法王如意宝为度化一切众生不间断地
为众生讲经说法，观想右手执持的白莲花盛开之花瓣上是智慧宝剑，代表着以智慧利刃断除众生的二障。左手拈持的青莲花上是般若经函，或者文殊真实明经。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，还可观想为上师心低的大圆满密续。二足家夫照射无边光，金刚家夫座代表着不堕轮回与涅槃的两边。法王如意宝放射的光，如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一样，行持佛的立生事业。在此无量光的顶端是七宝八吉祥等一切人天善妙受用，将这一切全部供养给十方诸佛和大圆满传承上师们。诸佛菩萨及传承上师接受供养之后，即赐予加持，融入法王如意宝心间。接着光向下照耀六道轮回中的一切众生，众生接触到光以后，立即融入法王如意宝心间，然后刹那到达了西方极乐世界。一切自现，观为净明然，一切寂静安好。法王如意宝以微笑的神情注视我们。这个时候，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，全部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个样子。自现，即指自己很清楚地感知的各种现象。观为尽明然，指要将自现观为清净光明的本体。这个明观要从信心当中显现，然后念诵法王如意宝尽美彭措祈祷文七遍：自大圣境五台山，文殊加持入心间，祈祷净美彭措足，正悟一传求加持。如是祈祷七到八遍，反反复复地用心祈祷。显现中，法王在1987年在五台山善财洞闭关21天后，就亲见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一切的加持都融入法王如意宝，最后上师的身口意化光融入自己，赐以智慧的加持、出离心、菩提心的加持、大圆满的见解、一切事业的加持，然后念诵，后师已成五光之明顶，由从自顶渗入于心间，当思诸佛智慧总集师
获得与彼同分之加持，法王如意宝化成五色的光，光再变为一个豌豆大小、各种颜色如毛线球般的明点，然后明点融入到梵净穴，再融入到中脉，然后通过顶轮、喉轮，最后融入心轮，然后观想自己的心与诸佛智慧之总集法王如意宝成为无二无别。法王如意宝的身、口、意、事业、功德，自己都已无余获得。禅定时，就安住在自心和上师的心无二无别的状态中。当升起分别念，又思维上师的恩德、上师的功德，依此升起信心后，就在上师的心和自心无二无别的状态中安住，安住片刻，又再次祈祷，然后又在无二无别的状态下安住。如果有大圆满的见解或者空性的见解，就尽量在这个境界当中安住，最后回向念诵：此福愿得一切智，摧伏一切过患敌，生老病死游泳涛，愿度有海诸有情。上师如何回向一切功德，我也如是回向，最后自己就能得到与上师同分的功德，获得和上师无二无别的果位。出座之后，将一切苦乐都视为上师的加持，一切能听见的音声、能看见的色法、内心所有的分别念、一切好与不好的现象、一切众生，全部都是上师的显现，一切行为全部成为善法。何时何地以正知正念的方式想到上师，就是最好的禅定。也可以观想自己是上师的侍者一样，随时都在上师身边，经常这么去观想。真正有一天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在中阴就可以成佛。